打电话给你，为什么不接啊？干嘛啊你？你不要卖管闲事好不好？这什么？为什么没阿伟？滚！写遗嘱没有阿伟，真奇怪。讲话怎么那么小声啊？公司股权归罗慕云，私人房产还有财产呢，是我罗慕云还有卢夏平分。另外呢，还有2000万的现金是投资你派印的。真的吗？嗯，幸亏我一目十行，过目不忘。他是不是生病了？遗书呢，本来就是活着时候写的啊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像我哥他们这种有钱人呢，就是一天到晚喜欢把分遗产当兴趣。可是我之前听他讲电话，说什么健康检查报告的事。健康检查？嗯。他怎么了？不知道，但是他说没事。他活力那么好，不会吧？我，哎，别爬，我开门。啊！你为什么要写遗书？你上台听一点车不够吗？你知道万一吵架的话怎么办？我要找谁要啊？你到底生什么病？就是痔疮嘛。痔疮吗？那是严重还是不严重的？其实我年纪也蛮大了，做任何手术都有一定的风险。我当然，我想我妈以后就像我就好。